你问导游，我直接坐在一个私人哪里拿来卖，专门卖，你自己坐来卖的。卖的，你别老是要倒卖的。因为这么便宜，你出来地方，他买了，后面人家要放。我买了，哎呀，这讲的时候讲都买啊。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买也是这样，最低价钱就这样，不讲价的。 这个有可以问导游，台币吧还是？台币牌，台币啊。而且台币摇一点，后啊，以为是台币的，一轮是台币啊。中台币，但是我们那边的风跟你们这边风不一样。对啊，你们这里风比较大啊，我们那个没有风怎么放？要风太大，不要太大，风太大还不好。哎，要放得起啊？关键是要风稳，不要风大。不要在这边风放得起，我们那边风不起啊。要风稳，不要风大。哎呀，要记住这一点，风大反而不好。是。 就顺丰一节一节放，一个一个收，不用跑。我可以收啊。对啊，爱收台票啊，都买台票而已啊。哎，都赶紧，都赶紧平收通啊，拢会提平买物件啊。这个都一样的钱啊。对啊。以后你来台湾，你再跟我。上车了，上车了。这帮我跑啊，注意哦。 对啊，真的啊，那赶快来去买就对了。对啊，赶快买回去拆开来一个卖一百。哈哈哈哈哈！一个颜色卖一百，拆开。哎，大大料进口的哈。无啦，那个是啊，一百块钱啊，咱在台湾买，讲起起来。对啊。那个门口，门口啊。啊，还要新娘哦。 新海渔村呐，很漂亮啊！这是新海渔村呐。新海渔村，嘿。还这边都是沙。沙干沼。你从青岛那边，你看起来更想家。青岛那边还是很好，比较多了。 就凉了，就不凉就凉。过一会儿就凉了。哎，过两次要停了。要停，要稍微停一下。就可以收到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远传之类的。哦，这样子也对哦。他们价格收也对了。哦，啊，他们这个收在，所以说，换另外一句话讲，就是厦门呐，厦门还真的不是台。 一人一般拢嘛是甲你包过来，这一定没人来带选店嘛，对无？啊，两好啊，这。对啊。来关西啦，阿强过来。来看一下，看那决定啦，不要进来啊。啊，伊若讲大师傅，咱就知个，伊就过来，就无法得去哦。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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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停止咧，迄个果果会对啦。五姐，哦，加我小金门呐、啊。十二条。你们老家那个是面粉做的？哦、不一样、哦、这个什么做的？这个米做的。广东粉、柳豆粉、豌豆粉。哦，米做的。要不要尝一个？嗯，那家里去打呢。麻烦麻烦。哇，好漂亮。